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妻子了。我会对你好的，相信吗？嗯，我也会对你好的，也会对妈妈好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孝子。假如脾气不太好，恐怕以后你得多担待一些。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结婚？是家宝结婚。家宝是谁呀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江江。你怎么今天把孩子送来呢？我们报社有个紧急采访任务，要我半夜就走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把孩子送这儿来了。我就两天，你知道我在上海没什么亲戚。可是，哎，可是你看，实在是妈，人都来了，你还能不把人留下？你是玉玉的奶奶，我哥呢是玉玉的亲爸，你总不能把孩子扔到马路上过夜吧？哎呦，今天这是什么日子啊？事儿都集中到一块儿去了。那好吧，江江，来，把孩子给我，我来照顾他。要不方便，我把他送到同事家去。用不着。江江，你好。这是于小娇。你好。你好，爸爸。爸爸。哎，玉玉，来。哎哎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没有关系的，你放心去好了。谢谢，玉玉，要听话啊！妈妈走了，妈妈再见。啊，再见。来，玉玉，跟奶奶睡觉去啊！不，我要跟爸爸一起睡。以前都是爸爸陪我的，我还要他给我讲故事呢。好，乖，爸爸今天晚上有事儿。不好吗？不好吗？我要和爸爸一起睡。玉玉，不听话了啊！和爸爸一起睡。听奶奶的话。好好好，家宝，爸爸一起睡吗？家宝。抱他进去吧。不行，小孩子自说自话的，怎么能都依他呢？来，玉玉，跟奶奶睡啊，听话。哎，乖。妈妈走了，爸爸你也不睬我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爸爸抱来。哎，来，哎，好，玉玉不哭了。嗯。家宝，你可不能依他。来，玉玉，奶奶也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啊？玉玉啊，来，玉玉。奶奶抱好吗？啊，妈，就依了他吧，孩子还小呢。哎呀，小娇，这怎么行呢？你早点休息吧。哎呀，这不合适啊。没事没事。好，玉玉，不哭了啊。好，和爸爸睡。哎，家主啊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妈，问题是我。算了算了，到你房间说，走吧。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妈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。哎呀，你不要在这里说，让他们听见不好的。进去说。这个人呐，也真是的。哎呀，家珠，你这样做不好。妈，坐着吧。你不是说要给新嫂子做规矩吗？严是爱，怂是害。她是哥哥的老婆，玉玉的后妈。今天夜里就要让他经受第一次考验。哎，你没看他刚才的表现还不错吗？哎呀，可是家主，今天是他们的新婚之夜，玉玉睡在那儿总不好吧？
房间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啊？爸爸今天结婚。你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？睡吧，乖。啊。爸爸，这个阿姨是谁啊？她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啊？她是小娇阿姨。玉玉啊，爸爸今后要跟小娇阿姨住在一起了。那么玉玉怎么办？爸爸以后还会跟玉玉在一起吗？来，乖，睡吧。娇啊，别说了，娇啊，要不我们去旅游吧。听你。